哇，然后我超再放级哎、欸，他们更快哎、欸，他们你快去挖，因为你一直在下面挖黄金啊！我刚下去上来了，你挖了100多块钱，正常挖50块就可以了。阿金，一条路叠上来呢、欸，你中间挖掉了吗？你在那边就这样叠上去了，人家关枪、哦，盖条楼梯啊！哎，盖楼梯。灌浆喽！这个国家，这国家也坏掉了，换国家有啦！你也动手吧！我是国王呢，所以嘞，所以嘞，派哟！打工够派，要被罢免喽！我们这国家不是民主制度啊！来吗？哇塞！哇塞！该推翻了！团团都要捅我们啊！白，你这个有几种意思啊？啊！又来了！你干嘛啦？干嘛、啊？就一个10块钱，你也要跟我讲？不是，我是不小心摔下去的。你又把我弄到那么深。哎，别人也来了啦！来了！越抢钱。苦力怕娘哦。亏你长那么可爱。啊，挖是我可以。加加拿大啊！快去找巧克力，不要找我们哦。直接赶人家走啊！我来赚钱了。哎、啊欸，阿纪可不可以给我铁？好，你现在连铁搞，你是不是间谍？好穷啊！对啊，哎、欸，你的金砖被挖走了。哦，再不生努力呀、啊，被抓走了。小雨没生哦。啊，就没那个没。没什么，你没钱是不是？小雨，你很穷是不是？我要去干嘛、啊？我要去他们家，然后烧到了啦！那你死掉不？我刚好可以努力一下。好啦，算得了。你是不是走到心不甘情不愿的地方了、啊？十块也心不甘情不愿。真的大，都是哈。我说可以每天打到奇怪的地方啦。而且我刚刚看到小孔在后面追小雨的时候，我以为穿钻装，你知道吗？你。哪来的钻石装？我的视线一直在往下，好棒哦！有人在帮你挖吗？对啊，有人在帮我往下、欸，好棒啊！怎么办？我们的矿坑真的是超级坑坑巴巴的，超乱啊，乱到爆！哎呀，我一直被抢经济，根本就起不来啊！那你就不要就不要去跟他们靠近啊！自己靠近我，你自己找一个地方，把隔开啊！不是、啊，你不会保护自己吗？对啊，你就直接往下挖就很好。我的传送门被拆了，我没有钱，我没有钱，我们没有钱，我就10块钱。杰克，你以后10块钱没有啊？你就看他靠近，就把他堵起来嘛，对不对？他加你 FB 加你 LINE 就黑名单他嘛，不然就换一个爆举报啊，就换一个 FB 账号就好啦。你就跟他互看嘛，他看久他就走，相看两不厌嘛。对啊，他就走了啦。他看久他就会身体不舒服了。为什么你不舒服？对，为什么？你才胖，你帮我挤下去哦，你帮我挤下去。因为每个人都吃炸弹啊，所以他这边说你采访你全家都跑，我可能吓到。传送门没了，两个两次了，就两次了。哎、欸，这苦力胖娘到底有什么问题呀、啊？哎呦，我爱你，真的是哦。爱你，我跟你讲，你就回头丢个签名照就好了，没有用啊。有了，真的有用、啊。我们要阻止，没有的话，等一下。好，看来我找不到。找不到了，上楼的地方。我来。好，你帮我挖到那个最下面哦。嗯、来，加油，来，我站着。搭电梯啊！我来。我是饭桶。不是苦力，不是苦力吧？笑死！呛你啊！呛你了。对啊，呛我啊！欸、第三个，快起来吧！有没有去房啊？我可是来不及。我刚就没钱呐、啊，有钱的又不帮忙哦，永远来得及啊！嗯，嘿，只要有钱的时候动作会更快。所以有在地表去换了吗？我换了，可是还没到，哦、没关系。
你还是把我埋起来了。进来二楼，房间二楼，帮你喷。被埋起来了吗？对，我真的被埋起来了。然后我出来了。我刚刚也是被埋起来了，送了对方六百块，六百分。你嘛卡紧呢？我来紧的啦！我卡紧来！快，他已经挖了最后一根稻草，你快，不要再蹲了，跳起来啊！超气！圆圆，你怎么那么穷？你都把你不要踩在上面啊！杰瑞，你怎么不写稿子啊？我要我升铁稿啦，我已经升铁。黑曜石稿啊！我现在够吗？要升就升最高啊！我努力的钱给你，你不拿去升稿稿？阿林，我要一个，拜托！我升稿子了。欸没有，我现在我就是从头穷到尾啊！真的假的？你又穷了？太穷了！你怎么穷成这样？你升稿到现在，写稿十八块，你没有花任何一毛钱？没有啊！哇塞！他靠实力贫穷的。对对对，穷困潦倒跟我们讲啊，我们可以捐个十块钱给你啊！怎么穷成这样啊？前面放个碗比较快。他需要改改运。我是不是应该坐在路边？哎、欸，他们又不是贫穷贫穷国啊，但你这根本就是，我们有贫富差距、欸。这里啦，这里啦，哦不要啦，哦不要啦，这里啦，大富贫富差距太夸张了。谢谢大大，谢谢国王赏赐。哎、欸，这边啦，铁不给他挖，看有没有办法帮他挖出黄金。哦，地上地上地上这里啦，后面啦，你看你就是不看地上，然后你的钱都被人家挖走，然后再来哭穷。我跟你讲，是因为这要上去换稿子，安静。啊，呛到了吗？你真的是实力贫穷哎！对我呛到。完了完了，要哭了要哭了！太激动，我就没有你们，我就不要很地主，你们不要挖我黄金就好了。你我也很穷啊，传送门又被挖一个了，没有吧？你不要乱骗人呐、啊！我才放两个箱子了，不要哭啦！龙岩快，我没钱了，换人换人换人。我们上来了，我先去帮忙。有没有人可以换？我先去堵他，不然先放鹅卵石。谢二林，谢二林，谢谢谢谢。有没有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？我没有钱，我没有钱。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？没人。我也没钱。啊，这国家，这国家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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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在团团的带领下。然后，那音乐你先堆尸，我去换。哇！这个人都没有。危险地带，危险地带是哪里啊？啊，那个啦，龙岩龙太高到了。好，谢谢。在底下挖矿的再不上来，你就没了。好，音乐换我，音乐换我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俄罗斯来了，连打小天火是不是啊？耶，我放了，我放了，我放了，我放两个。为什么要欺负我们贫穷国家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们有钱人了不起啊？感谢抖内，感谢抖内。说我有钱就是了不起。放心，我有皮革装，我比他强，他只是铁装而已。感谢。我们快站起来守住。好凶！上面好像也有人哦，地狱门那里。嗯，好像还在弄。好巧啊，去赚钱。这场运真的蛮哇塞，我们也在赚分呢，太赚了！赚起来！啊，那个又来了，那个是什么苦力怕？饭桶吗？他饭桶，饭桶，他说他是饭桶，他往二楼走了，那揍他，揍他，他不爽，揍他！小雨两倍速，两倍速，就赚两倍额都可以弄死他了，不用怕。我打的是。你再说啦！哎、欸，爆了！爆了！爆了！传送门！传送门！爆了！爆了！爆了！有人，有人要去。好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。你挖下面，你挖上面。好，好，感谢订阅。哎呦，需要钱，给我钱！哎，小妹，小妹，小妹，打一下。努力几阶啊？一阶而已，一阶而已吧。要不要升个？二里，你钱很多。哇死换呢这个哇二零你钱很多你钱很多笑死
哇，杰克，你今天是吃错药啊？那风能上二零上得来啊？努力还不够，二零你钱很多，去升。下去啦！巧克力我们走，巧克力我们走。太神了！二零，你后面钱最多的做事啊。对啊，你这样补比较快，刚刚杰瑞怎么补，你知道吗？前后前后哎、欸。他进你们楼下人哦、啊，过去。哎、欸，过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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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一直在二二二。二零，你真棒！哇塞！怎么会掉掉？谢谢杰克大人的夸奖。哇！要叫主人。你还需要什么配方？你弄。我进去干嘛？有没有？小雨继续挖，小雨继续挖，继续挖，继续挖。没有，这太做我。好，他死了。哎、欸，我们的地下室藏了一个蓝队的啊！二零，他在干嘛？还没。我有点畏惧，我要走了。什么意思？怎么警察一个人吗？你是诅咒他？说堵在路口是不是？有一个敌人啦！会诅咒队友干嘛？好，我要先一个盾。耶，我有100块了，可以把装备升好了。好了，那个蓝队的其实没什么，你可以出来。我要岩浆矿，我要酸了，我就搞快断了。他们都不理你哦、喔，断了路命，断了，你两个路命，哎，职业命，职业命吧，哦，怎么这么厉害？啊，这么快职业命哦？哎呀，挖龙岩矿很快啊，很快，嗯、哇，好快，耐久度，重点是对方怎么都不理你，对，哇，可怜，要不怎样去挖我们？他是看不起你，他觉得你不是威胁。阿团团，你去哪里了？我刚刚去升装而已，我刚去升装，还把危机解除掉。哎呀，我们发光喽！原来我没有足够的钱钱呐。然后熔岩块没事啊，熔岩块有两个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两个香香不用怕。两个香，没东西，继续冲啊！哎呀，小心哦！啊，他们的也放香了哦。要嗯，楼上呢？下面有看到他们放吗？哦，他们那个熔岩块放了三个，财神爷。这些是做了吗？这些中间有拿得到吗？都买两个，有人在中间吗？在地上，被拿走，被拿走了，被拿走了。啊，那就算了，就穷一辈子呗，我们。哈哈哈哈哈！看来钱跟我们无缘了。我们只能继续穷下去了。对，一群穷逼。不掉了，不掉了。干过，我们是一个奴隶为国。好穷啊！可是杰克很有钱的，哎，杰克三，啊，杰克是什么？杰克什么什么？杰克你很有钱，有钱啊，很有钱啊！我还没升装备，看起来一脸有钱样。你现在没有矿工不需要装备，重点是你一脸有钱样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人家不重要啊。这个国家很有钱，这个国家很有钱，只有他有钱。对啊，这个国家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只有他这个国家有钱。真的，看这所谓的贫富差距啊。有没有军品卡？你的装备还没满哦。要穷一起穷。我知道我没钱呐、啊。很穷啊，国家很穷啊。我换个时间点当一个穷苦吧。没钱呐、啊。哎、欸，家里有人呐、啊。哎呦，快死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不行，有的有的，哎、欸，可以，哎、欸。不行不行，到底行不行呢？你刚刚是不是就是快对方不行？对，不行，是不行。杰克，你刚刚是不是对方很有？哎，不，二零很有钱，你为了想超过他，你就叫他去升。没有，我想要大富豪，是啦，不想成为富豪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这样子，没有这样子。我怎么这样想？累累累累累，话筒啊！累累累累累累，话筒在想谁的嘞？累累累累，没有是，我没东西啊，没经济价值了，砍我没用的。好笑。有啦，经济起飞啦！当复活的砍我，砍着开心呢。10分，开心。哪里有人呢？哎呦，谁的钱喷在这里？钱还掉地上了、啊，这钱掉地上了、啊，一定是对面的。刚刚的那个敌人的吧，一定是对面的。关心你的脚下，哎呀，你竟然不挖！天哪、啊，我刚刚想动作，但是啊，算了，怕被我凶嘛。没有，因为他现在只想要装乖。他不想被 Q。明明人这么好，你们那么凶。反正他挖的钱更多嘛，叫他升，就要做事。我叫他用装嘛，对不对？你不需要，矿工不需要。矿工不用装，但是站前线的要啊。前线矿工吗？
前线矿工什么？拿稿子打人的，这样可以吗？好好好，拿稿子打人。前线矿工，那你会一直发光哦。好紧急的时候就要把稿子丢出来哦。对，哦，还可以把别人定住，是不是？可以可以可以。有没有均品卡这种东西？我刚刚也问了大家祈求，你怎么会有啊？你怎么那么厉害？真的面直接拿在手上，你们那么厉害？还是均副卡？有没有第一名跟第一名跟最后一名钱交换之类的啊？对啊，这个任务也太崩溃了，随机事件哦。嗯，对，旁边有人，我来了，没有人想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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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啊，哈基，哈基，啊。哎呀！啊啊！哎，等一下！啊啊！哎啊！哎呦！完全发光，我吓死我！啊！对，我快死了！我干嘛？直接来力量啊！他真超针对你的！哎呦！我打你一个！他力量应该快没了，可以直接简单打。刚刚溜的楼梯呢？去哪了？还是有带烟花的？这个不要上去，这个不要上去！怎么有？因为这边有岩浆，这边有岩浆。不要走！刚刚的楼梯去哪了？另一边，另一边有一个。狐狸派啊，小心！你们加油，你们加油！为什么加油跑出一个敌人呢？他哪里？哎呦！